最近特别快乐。我太太她也是等于是角头系列的一个演员之一，她也很期待，等待老板的一声令下，她再复出跟我们桂董，看看有没有青梅竹马的戏可以演一下。她今天会来，对。那儿子会不会一起来？会来，对，全家，全家，这个尤其跟父子有关系的，他一定要来看，会到，这样，而且我觉得他也可以继续圆那个电影梦，他之前拍那个《中邪》那么棒，他喜欢当演员，他喜欢当演员，可能或许他可以加入，如果用得到的话。如果用得到，我也非常欢迎。破译的话，我想到了，没有人讲。我想到了，破译的话，我带孙安佐游街示众。哦，那很好。我年轻人有理想，我说真的很好。今天角头宇宙大集合，所有卡司都来这边了，真的阵容都来这边了，大家可以尽情的跑过来。谢谢洪文。所有大哥都来了。想先关心一下桑尼哥，就是车子的状况还好吗？状况是 OK 的，我觉得还是要大气一点，反正就小事啦。只是我还是要说，大家开车的时候在路上小心一点，不管你是被害者，或者是你是碰到别人的，要负责任，就是这样子，不要逃跑，就这样子啦。要面对就对了。对啊，要面对了。好的，对啊，就跟电影一样，就是。哦，那如果谢谢，如果那天是 Michael 哥，绝对他应该不面对，负责。我应该打给所有的人一起去处理他。老人，对啊，这个就变成一个外传了。那桑尼哥，为什么今天只有你穿的不一样？你说什么？今天只有你穿白色，特立独行。我就是喜欢跟他爸的嚣张一点嘛，对不对？我就是嚣张一点嘛，一定要穿黑的。我就说干，我不想穿黑的，我想穿白的。老子想穿白的，怎么样？你们有什么意见吗？我说我不能穿白的吗？我不能穿白的吗？啊？你欠骂是不是？下戏了。帅哥，那你那个。车有修多少钱？其实还好啦，真的，这没有什么好提的，真的还好。跟你的那个手表比还好吧？这个手表很 gang 啦，很 gang。今天必须要 gang 一下。那想问你们，因为今天就终于要上映了啊，就是那么久了，然后不知道大家绕了多少人，因为今天气势那么大，气势那么磅礴，就是大家各自找了多少人来看。角头应该是不用找的，不用，你是一个 IP 的。你说直接会有人来，不用找这种地方。其实今天来的都是从以前跟上我们现在的好朋友，对不对？刚刚有听还有什么从结婚怀孕一路上过来。就是铁粉，比如说是什么意思？就从单身交往，好好说，结婚，好好说，对对对，对啊，很多很多铁粉，真的，对啊，真的是从十年前的，而且从脚一开始，从脚一开始到现在，超多的，他们真的是有铁粉。这个 IP 是很屌的，对。有听过最就是让你们开心的反馈吗？就是让你们我刚刚有收到很多照片，从脚一的，我觉得很赞。然后当然脚二的也有很多粉丝来，那我觉得反正这个 IP 已经都做成这么大的一个宇宙了。刚刚这个贵董有说，哇，洪哥好像还要再做20年的，所以我们大家维持好的状态哦，然后维持好的状态哦，先不要吵架哦，先不要吵架。洪哥，你要不要看一下给粉丝给你的对分享？粉丝很有心，就是我想看，对对，这个手绘的，刚刚他正在画，好像漫画版，画的很棒，对啊，他是每个人都有，对，就是这一次大桥头的。这是赚到手的，都有，所以你看这些铁粉真的是挺有才的，对啊，超有名的。那大电影要上映了，现在心情有没有是很兴奋吗？还是有点紧张？其实是兴奋过大过紧张吧。这样吗？就这样。你的心情怎样？我的心情就是因为这次有非常
很厉害、很优秀的长辈一起加入我们这次大小团那个拍摄，然后还有 Michael 的回归，蝎子的新加入，其实这些东西对我们角头的整个元素来讲，其实是更丰富、更完整。然后其实也是带给观众更充实、更刺激的一部电影。那我自己当然有点紧张啊，对啊，因为。可以跟你还长命，对啊，你看乔总，不是因为贵董，因为我的贵董叫我们以和为贵，我们不要太讲话，对。苏哥刚刚跟我讲，他比较怕大桥头的票房会比角头二好，比浪流年好，真香，干掉郑仁硕，赶快干掉了。这你们自己公司的，这你们自己公司的。火药味有点重啊，因为更好，因为刚好药味有点重，因为刚好大桥头现在我还没进入北馆，所以给他讲没关系。哎呀，对对对对，很棒。等往后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反正我们贵董跟仁哥他们会带领着，没问题的。就今天仁哥没到，你们就有点调皮了啊！当然说话，那想问一下鹏哥，因为鹏哥其实也算是贯穿了这个角头宇宙，从角一到现在，这次再回来演，感觉有没有不太一样？我觉得就是跟大家是从小到大的感觉了，然后每一次叙述的故事是在我们生命中每一个不同阶段，然后都有那种。就像一家人在一起过日子的感觉，然后每一次把不同的故事、不同的冲突跟亲情呈现给各位观众，一点都不会有疏离感，这是我最开心的。不然每接一部戏都要去培养一些新的彼此的默契，其实那个是有一些难度的。但是我们角头系列没有这个问题，大家就像 family 一样，然后每次见面都是开心的，不管是。在辛苦的宣传，在辛苦的拍摄现场，大家都是快乐的，只有欢乐的声音，这个是我最开心的。那鹏哥，你现在就是在戏中这个 family 大家族很快乐，现实生活的 family 应该也是很快乐吧？哦，最近特别快乐。这个父亲节来的刚刚好，8月8号，很好。那情人节又接着来，这样？对对对，那就是。对，然后就是我都有兼顾到了，该做的业务啊，该做的业绩都有做到。像是怎样的业务？啊，这个夫妻床地之间就不便在那边多说了。我们就是尽量的这个，希望大家来看这个角头这个大桥头这个电影，然后希望我们真正的要各位观众支持我们，因为一个 IP 走10年不容易，不容易。那这一点呢，我。特别感谢我们的老板，他这么坚持，然后让我们这些演员有舞台，可以好好演一部电影，而且演了好几个故事。我希望可以一直下去，然后就像我刚刚在台上讲，只有开始没有结束。而且大家都没有说不演了，就是没有人想说哦，我不想演了，对对对。没有，大家都抢着演。对啊，对。这次是我跟他的这条线。有去更深入的让观众去了解，为什么我那时候一直想要他跳过来。我们那时候角一的时候为什么要对对，因为我们不是有一句话，我们就我们一起平起平坐吧，对那句话，角一的时候还蛮有名的。然后就其实这一次可以看得出来哥哥跟弟弟的一个感情。对，大家就在社会上不管怎么工作，不管怎么交朋友，他们一定有他们的因果。所以这次各位看完大桥头。会有四个字，原来如此。大家哦，原来如此。前面这几个大角头系列是为什么会这样拍？然后每个人跟每个人在一起的情感跟那种互动，原来如此。所以是告诉大家我们前面发生的事情，告诉大家是这么样的一个状态。那么现场会争抢戏份吗？哦，没有，没有人会抢，因为演员太多了，抢不完。抢不完。对对对。但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色跟戏路都不一样，到谁那边谁就是主角，所以各位看到我们的戏几乎是没有冷场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表现，哪怕是2场戏、3场戏，出来都是主戏，
有没有大家最公认觉得那个气势最足的？就是可能戏外下戏还是会觉得哦，那个大哥气很足，会有点怕吧？有啊，我们老板。老板。有啊，几位大哥都是非常足的，啊、像。但我觉得开。那个开场那个打麻将，那几个哥哥那几个前辈在那边弄那个，然后包含晚辈坐在后面的那个氛围，其实就足以代表很多会延续下去，你会秀到什么东西？因为我觉得那很重要，因为他们那几个哥哥演的真的是，我不讲多话，但是那个眼神跟动作已经够把你放钩子了。还是麻将那场能打通的。我们建议是打真的，就真的比较好上手。对，没有错，所以我很认真。麻将会打真的吗？因为他都打人啊，他要打真的啊，老大怎么会被打嘞？其实我觉得最详细的是在心啊，阿欣啊，你看，你还会把英文加进来啊，诸如此类的、啊、，call me， 哇、哦，那个深来一笔啊，你的烦恼。你帮当时敢说？对不对？在土狗帮之前的五虎今天是第一次聚首，我们可不可以先从小刚那里发表一下你的角色啦，或者是你的感觉这样？哦，但因为我还没有看过片，我等一下才会看。然后我自己其实当然是很期待，就是角头这次大角头整个算是让角头宇宙变得很完整的作品。然后我也非常期待看到贵董几个大哥们的之间的那种对视跟，因为在拍摄的时候看剧本啊，跟看贵董他们在现场聊的时候，都会觉得好像有点无法想象。可是看完以后，那个杰哥都会说太厉害，这个气势太厉害，对。然后我会觉得就是很期待。然后当然我跟硕哥啊，我们然后思明帅啊，我们就是整个。原本进北馆之前的这些情感，其实我自己是期待啦，就是因为都真的没看过，对。啊，这次因为我们怎么样不用啊，因为也没看过片子，今天等下跟大家一起看。是啊、哦，对，很期待。那就这次我们五虎没有一起演到，对不对？就觉得会有点小失落，对，但希望后面还是可以有机会，因为后面。不知道会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情节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不知道，所以就希望我们可以五虎再聚首。对，谢谢。下一步，好吧？很开心，就跟郑雅讲的一样，就是五虎没有办法再凑在一起，觉得很可惜，但又觉得很刺激啦，就很不一样。然后十年，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很快，然后很高兴又可以参加到这样子的一个 IP， 然后跟这样子一群越来越强大、跟坚强，把全台湾。有荷尔蒙的人都集结的一部作品，费洛蒙，都集合的一部作品，他就不是哥伦比亚回来的，开玩笑，对，希望大家可以进去感受一下。除了五组啊，还有那个土狗帮，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新的兄弟组，对啊，怀旧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情人节快乐吗？对，我们两个的额头就是都蛮硬的。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里面他们有一张照片，头哦，有，壁咚。我也是跟大家一样很开心能够参与中。上一次宣传有看片的时候，确实很感动。因为之前的角头我自己都有在看，然后突然看到自己出现在角头里面，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感。然后也非常谢谢大家，就是拍戏的过程都很开心，然后也很谢谢 Sunny， 还有仁硕，就是在拍摄现场的时候，就是给了我很多的鼓励，然后还有特别。就是我跟人说，我记得有一场戏，就是只拍我的时候没有拍到他，然后他还特别的给我更多的东西，然后让我有更多的反应，所以，也谢谢。因为他潜力的比你多啊，他潜力的比你多，搞笑搞的，真的，老板讲话，老板。差多少？不好说。我们请那个万浩提供要介绍一下你的团队。
我的团队就是有沈慧、阿西焕诶，西焕，我们最佳三人组啊，北城的。哎，啊，今天真的很期待，很高兴，哎，很开心呐、啊。我都还没看呢、啊，大家都说很好看，很值得看，很可爱啦，啊，我是很期待啦。啊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然后今天最重要的还有龙哥，龙哥，你今天电影要上映了，你有什么心情可以跟大家分享？角头是我第一次参与进来，所以呢，他们可以说都是我的前辈啊。那个，尤其是我们这四个老贼呢，今天只我们两个来，还有两个没有来。那跟他们的戏的大角头，其实我跟。他们对的戏比较多，都是瞧喜水代志，嗯，所以说跟少年的对戏的，就是只有跟我儿子 Michael 的在家里的一些家里事，跟只讲他在外面做人处事的事情，是这样子而已。那我今天呢，是因为今天首映嘛，那大桥头是我们。这部戏里面的也是一个主干，所以呢，我刚刚去绕了一下，我们去逛扫了一下街的，虽然是下雨天，但是还是蛮多观众来捧场的。那我今天也是有一个很怎么样的讲，就是把大家都要怎么壮大呢？所以我召集了我一些朋友，包了一个小场。啊，壮大我们大桥头的声势，谢谢。嗯，龙哥包几场？啊？包几场？大概包几场？我只能包一场而已。很大场，很大对，是是，我们今天是七点十分是我们的首映嘛？那七点半是我的那一场，我包的那一场，也同样在热身。哎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想问一下孔哥，因为其实角二的时候，李英姐有演。在这个时间走的时候，李英姐是已经跟杰哥了吗？就这个时候，齐声的问题，其实不这么清楚的交代。你假如想清楚一点，那可能是下一集了。下一集了，但至少他们应该是青梅竹马的结合了。我是第三者了。先这样解释好不好？要原来如此，请看下一集。他有跟你说他这次有想演或什么之类的。其实他们都是待命的，因为我们这是讲男人的戏，讲武戏啦。那女生要用到的话，真的是能够派上场的，真的也不能把他们当成花瓶在用嘛。嗯，出来一定要有戏嘛。是。那大家可以拭目以待，我们只要有出现的女角，都是有戏的。然后，我太太她也是等于是角头系列的一个演员之一，她也很期待，等待老板的一声令下，她再复出跟我们桂董，看看有没有青梅竹马的戏可以演一下。那看过了吗？啊，你说 D 姐？对。啊，没有，没有看过。他今天会来。对。哦，那儿子会不会一起来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会来。对，全家。全家，这个尤其跟父子有关系的，他一定要来看。会到。而且我觉得他也可以继续圆那个电影梦。他之前拍那个《中邪》那么棒。他喜欢当演员，他喜欢当演员。可能或许他可以加入。如果用得到的话，如果用得到，我也非常欢迎。他应该是蛮可以上手。主要他还是要学习伦理方面的功。这个是重点。可能不是蛮想的，加入就会学习吗？啊。角头就会学习了，所以他就算没有演到，也要来看到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问一下张队啊。对他应该每一场都要看，多看几场。那宏哥，你觉得双安组比较适合在哪一个单位？哪个角色？哦，跟我对立的单位。有哎，那都是 Michael 的。没有 ，Michael 跟我是 match 的。Michael 真的
这条线我们是妈紧的，其实我们是对对对对，是我把他当成大哥，对，然后是虽然是不同挂，对对对，不是啊，那这样对立不是北管吗？还有北城啊，我觉得这边就北城了吧，这边就北城了，没有兄弟也是有感情的，是是，我们是从小到大，冷静冷静冷静，谁？对立的单位，对我们对立的单位啊，啊很多啊，很多、啊、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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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下一步叫什么？下一步啊，大义灭亲。谢谢，我先告辞了。可以吗？脚头大桥头破亿要做什么？哇塞！脚头大桥头破亿要做什么？对啊，那种票房公约。这人说最喜欢拖了，就让他拖就好。不要拖，那也不能是有他。哎呀，换你先讲。这次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把它啊，对，更好。这是讲对方的、哦。哎呀，阿敏，阿敏怎么会叫我？哎，破亿，破亿，要怎样？破亿。上手表，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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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表。我想一下吧，我不知道，我看老板怎么说吧。举手了，举手。老板是抽手表，手上你马上抽三年的手表。好，反正也没有说到品牌嘛，所以可以啊，反正也没说到品牌，好，没有说到品牌，然后抽一只手表。哎、欸，阿华兄，阿华兄弟，阿华，阿华，就这样，啊，这次换你们两个扛啊，啊，这次啊，您躲鼠标啊，你们上啥？帮人家做一张专辑啊，炒马面，对面都要说啊，炒马面，家里的餐厅大家爽吃一天这样子，爽吃一天，那这亏到我妈，我妈会骂我。破亿要做什么？破亿，破亿要做什么？对。有可能会想一下，要有创意，不要每次都什么聊破的，他们两个抢，他们两个抢，有可能会破，要谨慎。还有这些，还有这些大哥，没关系，杰哥，你帮忙说一下，龙哥帮忙说一下，破亿要做什么？破亿，破亿，破亿的话，破亿，我先跟龙哥手牵手啊。对啊，我们舌吻会吗？我们就放鞭炮，好不好？放鞭炮，破亿的脚头，三四五，继续拍嘛。对，这样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老板有人 Q 你啊，有人 Q 你，破一三四五继续拍。对啊，对啊。角头三，角头四，哎，继续拍。破一就大家一起裸泳嘛，一起去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讲过了。啊，破一的话，我想到了。没有人讲。我想到了，破一的话，我带松安佐游街示众。想看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哎，这有什么关系？两亿，不两亿，两亿，对，两亿，哎，两亿，要两亿啊！你们要两亿啊？没关系，只要破亿就逛街了。送手表，一送手表，就是我带着王阳明的手表游街示众，对不对？我愿意 ，I do。还有配证人说，你刚刚说你要去干嘛？我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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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好了，破三亿，我知道。他们两个怎么行动，我就挺他们这样子。三亿，一定挺他们两个。叫曲小军。三亿啊！可以说的啊，曲小军，四亿虚拟好不好？我后面一排提供点，然后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上个楼要？没关系啊，卡车啊，这样 Q 一下。破两亿，怎么样？破两亿我就亲 Michael。哈哈哈哈哈！给你亲啊！尊重一下嘛，亲 Michael 为什么？祈祷不要破。那你先亲，先亲，赶快亲就破了，现在亲。知道。那我们是不是时间差不多了？我们懂破亿哦。好，对啊，会哦。手表一定会先送啊，手表一定会先送啊。对啊，怀兄还没讲哎。掌声鼓励鼓励。来，怀兄还没讲哎。他们有要问问题。那。没，他也没讲破亿。哦，那很好。我年轻人有理想，我说真的很好。
真的、啊。哎、欸，那个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先怀笑怀笑，对。對對那那你什么抽手表 对？我去抽眼袋哈。可以可以。只有你自己爽啊。我们没有开心到啊！没有，过两天我们就要包他家的餐厅免费吃三天。好、这个。送手表啦，一定先送手表。可以，送手表，先送一个。来，不要讲这个。你这手上那只吗？当然，当然是。手上那只吗？这个，手上那只哦。卡西欧，那这不可能。这个不可能，这个不可能。但是我说到做到。